圣华合唱团基于哈维中文学校，是一个具有80个成员的大型合唱团体。在过去的7年里，该团在彭宇先生的富有激情的指挥指导下，其演唱艺术、音乐素养以及专业精神不断趋于成熟。今天该团将为大家演唱由现任指挥许玉清女士指导的3首歌曲。第一首是台湾作曲家李抱枕先生的作品《无伴奏合唱人生如蜜》，第二首为《玫瑰花儿为谁开》，由台湾作曲家黄有力根据四川民歌谱曲，第三首则是被称为西北歌王的王洛宾先生谱写的青海回族民歌《花儿与少年》，指挥许玉清，钢琴伴奏黄真，大家欢迎。Thank you.
的心里有。